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劳庄，我今天呢又来玩这个 BD 版。本期玩法很简单，左边是一个 BOSS， 它是一万阳光的。那么右边阵营就是放其他的僵尸或者植物去围攻它，然后阳光的话也是在一万阳光内。我们看一看到底有哪个组合能打败这个 BOSS。 这个 BOSS 也挺厉害的啊，它会发射火球，还会发射自己的手，有点像灭霸。那么第一个霸王家居然挑战失败。那这个第二个阵营是个什么怪物呀？说实话，这个 BD 版它并没有图鉴啊，所以的话这个名字我不清楚。总之那我就叫它手拿大砍刀，不对，是手拿紫色砍刀的，有牛角又是机械，有点像乌龟，那就叫牛角机械乌龟骑士。不管怎么着，一起来看看能否获胜吧。我信了你个邪，还差三格血不到。哎，这个组合我知道呀，就是宅宅萝卜。这么多会飞的宅宅萝卜，结果呢，原来这么的刮痧，挑战失败。这个组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怪怪的啊，像一个蜘蛛的四个爪子，名字你们取吧，我们看看能否获胜。看似很厉害，其实很刮痧。这个组合是一个阳光也是一万，世纪之花和 BOSS 单挑，我们看看能否获胜。完全不在一个等级啊。这个组合两个手是拿着一个圆圆的大铁锤似的，看看能不能成功吧。太难了，所有阵容均挑战失败。最后来看一看两个 BOSS PK 哪个能赢吧。好的，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了您嘞。点赞关注评论。